我就爱臭哎、欸。星球杯第二天，我现在是9:30左右。身为一个球员，健康真的很重要。你又怎么了？我昨天去那个国术馆。国术馆，少在那个隔壁是国术。国术馆简称国馆，就是国父纪念馆。谢谢。报告。你看到吗？我不知道我要看哪里，我其实不知道我要看哪里。就是帮我弄背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就是我想说，他两个是从明天发现我的肩膀上，那、为什么我的背还是会有感觉？不要乱讲。好，我现在好了大概70-80%了。所以今天表现会比较好吗？应该不会。小借口为自己的害群之马台阶下，送给队友5、6、7、8名，开走。但他们才有进步空间嘛，不可以一来就直接进四强。今天如果四强的话，我们就会说是你在泡大水。所以是5、6、7、8名的话，就说是你害的。害群之马大牌了，都不用热身了。
尿上还打第三局了，尿上还打第三局了，是吧？你在铺路是不是？回到了七八美，那个学长买了两支单，他昨天跟我说我想看你买单，上一个全车之间就是科中原，开始凑我就买单，大家现在自己小心一点，现世报啊，很快啊，你还有一场可以买，你在这场上你就想中了，你应该要给国术馆五星好评啊，那个是日历哦，看到这个。你说变频冷气哦，把那个日历背面放一些它的那个药材，然后拿去烧，这样你也可以当中医了，是不是？烧吗？因为清明节快到了。烧给你哦！欸，不要讲话啊！你自己讲的呢？我是骂人啊！我是骂人。嗯，自由攻击，自由攻击。要不要上场？我那边有中医。欸，人家比赛练三，你为什么可以这样上去打、啊？来，换你讲，来，不要，快点啊，学姐，你要定下去哦，没定不能下来哦。欸，再一个，快循环攻击，你快点来，十颗，快点！他妈打过好不好？气氛对了。
真的，刚那个人拉弓直接拉出来。中台一关，对。哦。他包了一个软，烂子，这没办法，这完全。他包了一个软烂球球。他现在说不出话。烂，包了一个软烂球。这，那是没打准吗？他没有，他有收啊。我要打短的。但我比我想象中还要长，然后变成软烂。Yeah, 一日佣兵开说。Yeah. 恭喜你前八强，总共有几队啊？哦、不要瞎掰好吗？水星、地火、木土、天、海，所以下一次又是水星吗？是这样吗？海王哦，水星。海啊靠背啊！我不跟你一直跟你讲海王星，你讲要生气啊！跟网友打球的感觉真酷。你戳人家 Apex 又戳人家比赛，哎、欸，真的，我一打他们就赢。你被他戳 Apex 又被他戳比赛，什么感觉？没有，我都戳他。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镜头盖住了，再讲一次。周一鸣，触发。然后他抓沙包，战犯转移，你好意思哦，你好意思哦。你们为什么不找我？为什么？真的吗？肯定找，肯定找我。这里面还没结束，喜欢那个喜欢，不喜欢那个喜欢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